双手将你揽甲你笑我苦，我要甲你讲心惊感冒。应该算是目前红人榜的收视率最高，是因为你比赛的最后的那一集吗？20关的时候。下载吧，期待现场。走上这条路之后，其实受到很多人的帮助，专辑的募款。我当时有一个粉丝，他就直接汇了50万。哇！我们家是就比较特殊，就是弟弟，他是重度自闭症的小孩。就是红人榜嘛，其实那时候我是偷偷报名，从小就很爱唱歌。然后我想尽办法，就是可能参加学校的比赛啊，然后到后来我研究所就是，哎呦，研究所，小开，研究所，研究所，那是小开，因为我本身是音乐老师。哦，他们觉得你就是好好教课就好了，演艺圈是个大染缸，他们觉得复杂这样，就开始比一直比，对，然后。才开始跟爸爸说，哎，你就让我试试看，因为要20关不容易啊。对啊，对，然后就一直比到我，20关好多。对，一直做，就是开始坐上了卫冕者。然后因为我们家是开美发的，所以很多客人开始注意到了，他就会说，哎，你到底怎么去比赛呢？起码哦，卫冕者哦，没办法。哎呦，我那时候是创下就是节目收视率最高。哎呦，哇！对，是目前红人榜的收视率最高。是因为你比赛的最后的那一集吗？20关的时候，是阿基他大哥的歌曲《港心惊港楼》。港心惊港楼。对，这首歌也是目前就是点阅率破百万。你说。轻轻笑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等袂着结果，只会着落魄，只出望着彼日的笑容，心中放着袂记得，怎甲你再相逢？想你念你心肝乱糟糟，行无路无着半道，目屎又淡糊糊。哎呦哎呦，哪会这艰苦？生命亲像一阵风，来匆匆去匆匆。双手将你揽甲你笑我苦，我要甲你讲心惊感冒，心中放着袂记得，怎甲你再相逢？想你念你心肝乱糟糟，行无两步就跌倒。谁有胆哥哥？哎呦哎呦，哪会这艰苦？生命亲像一阵风，来匆匆去匆匆，双手将你揽甲你笑我苦。我要甲你讲心惊感冒。哇，好听，好听！一戏爆红，又长这么漂亮，声音又这么美，会不会有很多那种很疯狂的粉丝吗？有哎、欸，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刚过关的时候，那一年我第一次办了我的生日的演唱会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，那不然来个就是募款好了。当时有一个粉丝。他马上就给我20万，啊哟！专辑的募款一样是同一位粉丝，他就直接汇了50万。哇，男生嘛，他其实是一个大老板，我包括这个耳环都是他特别定制。大老板，对，我有这个小王世贤之称。就这个刷掉啦，收视率就靠你这段。今夜
水冷，可比安徽落风冷。既然已分开，唔通再讲起，月头只有加添心机。日思夜梦，为你痴人，年年情缘，梦痴变成空，亲像你的梦，阮的心袂轻松。为你我心沉重，啊，阮坚强手有风挡，只有玫瑰雪中红。日思夜梦，为你痴人。下在梦痴变成空，亲像你的梦，阮的心袂轻松。耶耶耶，为你我心颠倒，啊，不更中秋又何妨？只有玫瑰雪中红。兄弟阿哥啦，哇哦，第一摆啊，听伊唱我的歌，做事上关呐。其实我的梦想是传承老歌哦，对，不管是国语还是台语，哎呦，对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听着爸爸妈妈他们唱老歌，然后重新编曲变成你自己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走上这条路之后，其实受到很多人的帮助。对对，那因为像我们家是就是比较特殊，就是弟弟他是重度自闭症的小孩，所以其实就开始很多的粉丝会很就是可能很照顾我们家，比如说每次外场出去，每一场回来都带了一堆吃的，然后他们都会想到，例如说我们家的什么外婆、阿嬷、弟弟啊、爸爸妈妈，对，就是他们不会只想到我。然后我们家也算是比较传统，所以爸爸妈妈都会觉得，我们就是做好自己就好了，不要跟别人有太多的什么交流，不需要。对，但因为唱歌这条路走上来了之后，突然很多人就是很关心，然后他们就突然觉得，哎，居然有人会。就是关心我们哦，所以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歌声，然后可以结交更多的好的缘分。有，你现在正在做。对。